八宝风灾要满周年，红十字会今日开始伫华山艺文中心举办一连串纪念活动，透过影像甲装置技术，要呈现灾民一年来自绝望重生到生活复原的心理过程。在纸船顶头写祝福，排做规排，将爱甲希望注入中间之路，继续航行。八八风灾特别晚一周年，但是对灾民来讲，当时灾难发生的迄个时阵，心中面对惊吓甲不足，家当也是无法度放袂记咧。就是很害怕啊，就是一看到水那么急，一直往我们家里流啊，迁去往高处的地方，可是没有用啊，还是淹掉，淹了快一整楼啊。这场洪灾将阿英店拿变家园，阿哥靠着专家的小遮担全部拢抢去。不过伊个厝内人真紧就甲目屎擦好干，选择重新来面对。规家伙的人做伙合作，在两个月时间成功重建家园。伊个这段心路过程表现在即卡八宝箱内底，希望带予其他灾民同款的力量。就是要掌握这个环境，哦，来加强这个，不管是政府，还有我们住民本身，他要很明确的要知道他所居住的环境跟问题。行过洪灾民众，要透过技术创作阿公影像记录，来展现因的复原甲重生的成果，嘛希望提醒大家为灾难来对，会记得教训，强化对灾害熟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